来到农场就看到一大片的青菜，种类也很多，乡亲们顶嘛做回来体验一下烤番薯的趣味。哇，这大量啊！来来，安尼就水了，安尼就水了。食安是现代人真重视的一个问题。为了让社区中者会当食到安全又搁青的蔬果，曾村长就将家己一块无咧种物件的地，让社区来做开心农场。要布摊啊，歹布啦，啊都起咧发臭的同款啦，啊都我讲啊，啊都我嘛伫社区咧运动啦，啊都。社区种加减种一寡菜啦，加减要收成，加减要让因收当食。老人家。农场内底是种了几啊种蔬果，平常是由主人甲志工组长做起来照顾。社区志工嘛定期来斗三工整理，采收的蔬果则搁起来互社区共餐使用。目前差不多有五种蔬菜。然后就是讲，若无够的时阵吼，阮家己的内底的志工，也是讲阮的里面的那个长辈，因到哪有的就拢会去啊。所以我们社区因为有这个开心农场哦，我们很少在买菜。乡长表示，社区成立开心农场是一件真好的代志，用家己做的有机肥来种菜，好食又够营养。今仔吼来咱外中社区吼来开心农场。咱这个开心农场是现在前村长梁宗赫吼提供，和咱社区吼咱的志工啊共同来种植。啊，咱这个开心农场吼所有的所种的菜呢，全部都是用有机肥吼，啊，甲咱庄内所有整理环境，下咱的树木吼，啊，经过粉碎了吼，互伊自然发酵，然后呢，啊，再佫摕来咱这个哦，做开心农场哦，来做的这个有机肥来施作。所以讲哦，咱的产品哦，农产品种起来拢真水、真大粒吼。啊，拄只咱的芋头吼，咱的芋啊吼，啊比人较悬啦。啊，一粒吼，拢头五六公斤哦吼，真大粒。包括咱的地瓜吼，咱的番薯嘛，真好食。啊，会当哦，这个开心农场呢，啊，和等在志工的大家做伙来耕作吼，提供咱的社区啊，咱的共餐吼。啊，咱的社区，咱外中社区哦，咱目前吼，咱的所有蔬菜拢唔免买。就是咱的开心农场，大家一起来耕作，然后提供给大家一起来享用。啊，伫遮吼，咱完了呼吁吼，咱所有社区吼，啊，会当安尼亲像咱的外中社区同款吼，会当安尼找一块啊土地呢，啊来种植呢，啊我们可以自给自足，然后又提供大家的营养。安尼遮尼啊用心吼，啊这块闲置的土地吼，啊提供吼社区吼，啊大家来种栽田吼，啊无。用有机肥料，啊，无用农药，啊，让大家吼食了健康，啊，搁欢喜。打造开心农场，社区中辈唔那是有青叶蔬果会当食，来遮种菜买当活动筋骨，会当讲是一件非常好的代志。新中华新闻蔡良清复兴采访报道。